马裤哦，看起来都长一样，实际的要戴起来，戴的头不要太大，头要漂亮，脸要小，这才是好的发裤。先跟大家讲，这个呢完全软料，然后它是多种图腾花的雾面的豆粉色。来，我们家的发裤弹性都很好，所以相对的在这边比较不会痛。其实一般来说，大家都说戴发裤脸会变大，会变胖，可是你来看看我们剧院家的发裤，我每一次戴我们家的发裤上去，我的脸就是变小变长，很像动过什么手脚一样，但没有，就真的是戴了一个发箍。而且我们家的发箍头顶它不会明显的有一个厚厚硬硬头大大的感觉。好，杏奶茶色在夏天之中非常的好搭配衣服，你看搭白色的啊，然后或者是西装黑色的啊，或是西装外套啊，或是比较欧尼风的，我觉得呢都搭得上。好，那再来还有一种就是公主带，公主带就是把刘海留着这样子啊，我觉得每个人喜欢的样子不一样。好，第三个颜色是妞儿最喜欢的，就是绿色配上这个紫色的一个图腾，超级好看的，它是类似像变形虫这样的感觉。三个颜色我刚刚都戴了，没有一个颜色会显黑，包括粉红色也是。来，你看绿色戴下去质感多好。好，所以呢就是有三个颜色，大家自己去挑一挑。来，再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